然后呢，如果机器坏了的话，首先他会买一个彩票机过去，买一个彩票机的话，正常按这种装，装完之后呢，它是按这种的线呢，也是之前像之前那个这边那个线，这边那个线一直接接到这个条带上面，然后在这边 OK， 然后我们呢接个密码传输线，这个是密码传输线，到时候我们是。送的是吧？对对 OK， 到时候我们这边会送给你这根线，线呢你会连接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在卖机器的时候会送给你这个，这个是独有的密码保存盒。然后呢，你这边这根线呢就会插到这边去。通电。对，通电。通电之后呢，然后机器呢，刚才是显示的是 F4，现在呢显示的是零了。连接到正常状态了，对 ，OK， 就跟这个机器配合，就是一个型号的了，一个型号呢，然后就把那个二给拨回去，然后就把那个二给拨回去，对，现在，然后呢，你在买那个，你听我说，你先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这个二的这个位置呢，这里有一二三四，那个二在那个 ON 这边的，当你把这个调完之后呢，你把那个二拨回去就 OK 了。拨到 ON 的相反的方向，对 ，OK 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机器正常运行了，你就把这个线给拔出来了。在通电之前呢，你要接一个电源，电源呢这边是十二伏的，是不是？十二伏，机器里面内。对，然后你的就弄一个十二伏的电，十二伏的电呢就接到这个密码盒里面去，然后对，再给你看一个怎么接的。那其他几个位置，哎，首先再问一下，它其他一二三四其他几个位置我们不用拨吗？不用拨。哦。其他位置是调机器兼容不兼容的。哦，那么就是二号。对。对，就是变个零之后就正常了。